我前面左边摆的是什么？念一下来，堕胎胎儿啊！现在这个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了，到处都有被老祖先有人超度啊，堕胎胎儿没人超度啊。这几年宣传以后，还很多人还愿意啊正式的超度他。那对我来讲，我永远摆在面前，有牛奶，有食物，有玩具，对我可以不断的修慈悲心，也不断的功德回向。这样我们自己也比较认真，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爱现，如果没有个对象哦，你就现不出来。哎，今天有个对镜，哦，有人那边生病，你帮他念佛持药师咒，你很认真。31页，虚空藏咒，这个咒很重要。你念虚空藏咒的时候，满虚空都是众生的宝藏，他们要什么都得到什么啊，他们没有衣服穿啦。他们要梳子啊，他们指甲要剪呐、啊，他们没有房子住啊，念这个虚空藏咒，他们就可以得到。给我念一次，那么，那么，萨瓦，萨瓦，丹他格达，丹他格达，巴尤比修，巴尤比修，穆格贝，穆格贝，萨瓦达，萨瓦，康，康，乌格德，乌格德，萨波拉纳，萨波拉纳，伊玛嘎嘎纳，伊玛嘎嘎纳，康，康，梭哈，梭哈，啊，手印大家看，莲花，虚空，绕三圈。弹出去，充满宝藏。来，那么沙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呗，沙瓦达康乌嘎呗，沙婆惹那伊玛嘎嘎那康罗海。那么沙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呗，沙瓦达康乌嘎呗，沙婆惹那伊玛嘎嘎那康罗海。那么沙瓦达那个达，巴耶比修摩诃呗，沙瓦达康乌嘎呗，沙婆惹那伊玛嘎嘎那。康说啊，如果有人在你家撒了无量无边的黄金珠宝啊，你也欢喜个穷啊！你念虚空中，就不管你到哪个地方，你都念一下，观想更重要，慈悲的观想，哦，他们就得到了啊，虚空满虚空的宝藏啊。那得到以后要超度他，现在要念，哎，念一下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后面这一尊呢，阿处如来，不动如来，玄奘法师翻译了这个咒，啊，叫净一切业障，可以净除所有众生。现在这个世间贪嗔痴太强，杀生吃肉，欲望上网，嗔恨，所以呢，经常念这个咒，消除他们的业障贪嗔痴。而且自杀的、被堕胎的，一听到这个咒，马上超度。有一只猪正在被杀。有一只牛被在被砍的时候，你赶快为他念这个咒，他的神识马上被拔除他的痛苦的身体，所以这个特别自杀跟超度了，啊，堕胎的胎儿要多念，为什么？因为不动佛，修什么而成佛呢？哎，念一下无嗔大悲，无嗔大悲，诸缘不动，诸缘不动，持戒忍辱波罗蜜成就，持戒忍辱啊，所以不动佛。名字一念，所有的魔障都消除，因为他是修忍辱持戒、无嗔大悲、诸缘不动而成就的佛。那特别在这个末法时代，所以大宝法王说啊，这个末法就是贪嗔痴杀业太重啊，所以一定要净除对方的杀业恶业。所以我们现在念这个咒哦，然后呢，可以让他们有殊胜的福报，各个往生净土。而且消除业障，不动佛心咒。然后我们会，如果你有经幡，也可以转呐、啊。因为经典说转经幡，药师经里面可以消除业障，让他们脱离三恶道。地藏经、阿弥陀经、孔雀明王经都可以。像这一支呢，这一支是祈雨的经，一转呢，希望它早一点下雨啊、因为这里面有祈雨的符号跟咒语，所以我们念不动佛心咒来。那么赞那赞呀呀，我看看你，看看你，若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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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扎扎你，扎扎你，扎地喊呐，扎地喊呐，沙瓦嘎玛巴朗巴朗那，沙瓦萨多南多梭海，那么赞那赞呀呀。嗡看看你，看看你，若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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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扎扎你，扎扎你，扎地汉那，扎地汉那，沙瓦嘎玛巴朗巴朗那美沙瓦三多南多梭哈。
南无让那在呀呀哦刚刚你刚刚你罗扎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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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扎尼扎扎尼扎尼汉那扎尼汉那萨瓦嘎玛巴拉巴拉那美萨瓦萨多南多梭哈。底下有一行，若有特别欲超度亡者，可以于萨埵，就是南美萨瓦萨埵后面念上朝熟分，那就是所谓往生者，然后呢再念南做梭哈。那特别你在绕塔的时候，如果想到往生者，那你就念这个咒，念到最后啊，萨瓦萨埵，所有被杀的牛，所有被杀的羊，所有被堕胎小孩、自杀者，还是念出他的名字。在南座说话啊，马上呢消除他的业障，让他圣福往生净土。所以我们玄奘法师翻的这一部《圣福往生净土陀罗尼经》所讲的这个咒语。